Hello everyone, in this video, I will show you how to write Chinese radical of clothing. 大家好，在这个录像当中，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写一字旁。Radical of clothing looks like ancient Chinese clothes. So,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radical of clothing usually related to clothing.一字旁就像一个古代的左右对襟的一个古代的衣服袍子，所以呢，在汉字当中带有一字旁的汉字大多数都与衣服衣物有关，当然也有一些例外，大家平时在学习当中也要注意留意。 OK, here is how it's written. 一字旁有五笔组成，第一笔点，第二笔是横撇，撇要长一些，这是连在一起的一笔，第三笔是竖，要垂直，第四笔是一个短撇，第五笔是一个点，这就是一字旁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举两个词组，带有一字旁的词组。看一下，我们第一个要写的是裤子 ，pants。一字旁在左边，右边是一个广字头，下面一个车，酷。裤子我们把那个音标拼音标上去，可恶，酷，子是上面一个点，是没有音调的，是一个轻音。所定义的英语是 pants。好了，我们把一字旁圈出来，在裤子的裤的右边是一字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写的第二个带有一字旁的汉字是裙子。一字旁在左边，右边是一个君子的君。裙子，子的意思要长一些。那裙子拼音，裙子，子也是轻音，对应的英语是 skirt。我们把一字旁圈出来。好了，裙子、裤子都是一字旁，因为它们都是衣服，但不是所有的衣服都是一字旁。那在这个，我们现在用拆分法多学几个汉字。裤子的裤，裤子的裤的右边这一部分也是一个汉字，
我们看一下，是库，是仓库的意思 ，warehouse。裙子的裙，右半部分，也是一个字，是君，君子的君 ，gentleman。那拆的更细分一点，这是一个口字，是吗？mouth 上面还有一个隐，姓氏，姓隐，一个姓，是一个中国的一个 last name。 那当然这边还可以再拆分的细一点，是广字头下面这个是一个车，看好了，看一下，Okay, that's all for today. Thanks for watching. 我们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回见，Bye.